贼球打得结实的，在中外野方向的高飞球往后追的是潘武雄，跳起来接杀，又是一个精彩守备。哇，今天呢在外野的部分呢，中职明星队的右外野手刘富豪跟中外野手潘武雄都有美技演出。对，到底不愧是自己的球场，所以这些外野手啊都守得非常顺畅。这个球一打出去，我相信 Lowly 也觉得哇，安打安打了，至少二垒安打。但没想到硬生生的又是被外野手给追到了。哇，同样是往后追。对，你的手套，摆得非常的高，每一英寸呢，我们知道外野手的手套是非常大的。